小小的手掌会开花。我是王彦博，我今天毕业了。谢谢老师他们的教导，谢谢惠美老师他们的教导。我很爱大家，毕业快乐。我是王彦博的妈妈，然后今天他毕业了，然后谢谢慧晓老师他们的教导，然后这一个学习阿婆他们那个他们教得很好啊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慧晓幼儿园读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老师，谢谢爸爸妈妈。恒春国小。慧晓幼儿园。好。老师教你什么？你学什么？有没有唱歌跳舞？那你自己讲，有没有学唱歌跳舞？有。还有没有学写字？有。祝福毕业的小朋友们，以后可以考上喜欢的学校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，祝福你们。谢谢老师。我毕业了吗？毕业。祝苏佩俊毕业快乐，祝所有的小朋友毕业快乐，也谢谢老师。浑纯。我是张晨佑。你今天毕业了吗？我今天毕业了。那你要谢谢谁？谢谢哪个老师教你？谢谢惠美老师、小琴老师。小朋友毕业快乐。是。子桃老师。惠美老师、小琴老师，还有林老师，园长，妈咪，祝我毕业快乐，好，谢谢。我是林佩和林子云的妈妈，那祝福我的小孩林佩毕业快乐，也谢谢老师对他这几年的照顾，谢谢。孙雅璇，你今年毕业了吗？对，29届。我希望我们全部都健健康康，身体快乐。谢谢大家。全部的老师，我从以前最小的小熊班读到大班的。我是中班袋鼠班的季凡妈妈，祝大班的小朋友之后可以开开心心的上小学。毕业班的小朋友毕业快乐，希望他们以后都可以顺顺利利的。祝福毕业班的小朋友毕业快乐。谢谢老师的照顾，然后也希望小朋友可以平安健康，大家都很开心，谢谢。非常感谢慧乔幼儿园园长以及各位老师你们的教导，感谢你们，也同时也祝福我们毕业班的小朋友毕业快乐。今天很开心来到慧乔幼儿园的又一届的毕业典礼，然后我希望所有的爸爸妈妈和我们慧乔小朋友都能够有良好的品德，然后都能够认同我们宣扬的中华传统文化，然后祝大家毕业快乐，善念点亮慧乔。七二班的小朋友毕业快乐，祝福企业班的小朋友上了国小以后一样要健健康康，还要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学业进步哦。
谢谢你陪我说话，我永远都爱你呀。谢谢你陪我长大，走过春秋和冬夏。谢谢你给我个家，分享温暖这牵挂。谢谢你给我个家，分享温暖这牵挂。小的手掌会开花，开出一朵童年的花。童年就像是一幅画，画中有我和爸爸妈妈。小小的脑袋会萌芽，萌芽出许多的想法。相信未来一定会到达。谢谢你陪我长大，你在身边不害怕。谢谢你陪我说话，我永远都爱你呀。谢谢你陪我长大，走过春秋和冬夏。谢谢你给我个家，含下温暖这牵挂。家，欢笑温暖这些。